我很期待看到王静忠实爱好者。他是后天。哇，那我看安心亚好了。安心亚也是后天。我是蛮紧张的，有很多就是在电视上面会看到的人，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。那你也是在电视上会看到的人？哎，也是，但是他们出现的比较多次、比较久、比较有名。我很期待看到那个王静。对，我是那个忠实爱好者这样。那不是同一天，他是后天。哇，那我看。要退广告。安心亚好了。安心亚也是后天，还是后天再来。那那个大正哥好像也有入围。没关系，我那个我在好好的在背后支持他们。你现在是不是真的很失落？嗯，稍微，但是不影响我的表演。好像比较少看。最近对比较冷一点，脚会冻伤。明天那种慎重场合，我想我应该会把它带上。那这些造型上会什么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？颜色上面比较不一样。红白多吗？哎，以前都黑黑的嘛，可能会比较鲜艳一点。因为我比较黑嘛，本身比较黑，所以就鲜艳。对，穿的鲜艳一点。那我本身比较黄，所以我就穿那个灰色的。金曲精英。那对金字辈还有什么演示吗？金球奖。因为接下来下礼拜我要主持金音奖，然后对我来讲那个是真正的第一次，我对那个还蛮紧张的，所以努力准备这样。我这次自从接了金音主持人以后，我深刻体会到说尽量还是不要做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。我勇敢打拼，所以地行先讲小声，将咱的故事写成歌，谱成咱的美梦。I have to keep running， 你在看边的暗暝，你这片甘甜，前方的路总是灯火通明。我勇敢打拼，所以地行先讲小声，将咱的故事写成歌，谱成咱的美梦。我打开的冰箱，加上小米酒。原住民的山猪就是高楼了，我们村长脚上穿着 Air Force， 我阿公说他练过。狗大狗的槟榔加上小米酒，原住民的山猪就是高楼了，我们村长脚上穿着 Air Force， 我阿公说他练过。有的醉在身旁的副餐，有的为了这一回的而负债，有的一生埋有的还在呼唤，这种阳光普晒就是太阳莫赖，以前无情怒拍已经监管不快，爬上性格都没喊累，你怎么敢不嗨？突然间没有抽烟机，只有烟机，据说没空被料，只出人在烟机，突然没法乖乖 Dangerous， 看看前面拜拜，鬼啦鬼，怕这心情偏低。